这就是茶叶，阿奶也是假的，看得出来吗？有真的假的呢，真的啊，来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哪一个比较像假的？啊，对，它就假的，对，来真的没有，然后它颜色，因为一般的话没有那么的绿啦，因为它颜色比较深。好，来，我们有八大制程，来，第一个呢，原料要检视，要先称重过磅之后呢，是经过尾雕，这个尾雕槽啊，每一个啊，它必须尾雕在里面躺15到20个小时以上。隔一天才可以进行做揉捻的动作，以前就是用人工下去做揉捻的，现在用机器，因为量比较多的关系。好，所以这些人可以看到这些茶区要等到隔一天才可以进行做揉捻动作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这边揉捻啊，这个揉捻机，这个揉捻机它有分单区揉捻跟双区揉捻。来，这个揉捻机它有分很简单，一个是单区，上层动，下层不会动。